成熟。我们大家在这边一起来受持八关斋戒，一起来亲近念佛、念法、念僧，来帮助一切众生。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本来两天在台东，两天在花莲。那诸位法师四月一号就从台北往台东，那二号就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更要用佛法的功德、诸佛的光明，来让自己的心能够安住，更能够来帮助这些火车意外罹难者所以我们法师很慈悲早上他们来就开始写黄色牌位，每个往生者都要帮他写上去，都请他们来参加法会所以我们我们的法师早上也宝贵有来咯，我才会来因为既呢大家慈悲摄受诸佛加持，引导了他们来参加法会所以我们又有供灯又有供水大家跟我念佛光普照，佛光普照，法水滋润，法水滋润，愿佛光加持众生加持这些往生者让他们了解世间无常，火土为摧谁能够预料明天发生什么事？谁能够了解下午要干嘛所以佛光加持，让他们能够放下，生命是痛苦的，生命是有轮回的，放下，怎么放下？法水滋润让他们去跟着药师佛、五谷大帝的视线修行。然后能够脱离轮回，能够帮助众生，这个是最究竟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安排也没办法安排刚好这个时间点在这边办八关斋戒又为他们供灯供水，晚上又要去花莲殡仪馆两个小时时间足够了为他们点灯为他们施食，为他们修药供仪轨来抚平他们身心的痛苦然后又经典加持让他们了解一切都是业，无常现前，只可以自己离开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人世间赤裸裸的离开生死无常，果报自受，好的也自己承担，不好的也要接受所以呢，要好好的把握姻缘。